最近流浪猫又做出了一
这不就是大大增加了那些被迫被生育出来的可怜的生灵。当然，针对流浪猫的措施也有不少，比如说一些地方会通过 TNR 的方式将流浪猫进行绝育，然后再放养。这确实是一个相对有效的措施，但是流浪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分布范围也很广，光是现在的资金也不足以将这个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猫咪身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自己有足够能力的情况下领养一只流浪猫回家。如果自己目前还不足够负担猫咪的生活，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私自投喂，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不是在公共场合投喂流浪猫，占用公共资源，侵害公众权益。这种行为不仅伤害它们，最终也会伤害到自己。对流浪猫、流浪狗有怜爱之情是人之常情，但是随意投喂反而是一种变相伤害，应当有更多人去减少投喂猫咪的频率，而不是满足自己的圣母心。只有这样，像浙大鸳鸯被猫吃的新闻才会更少。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